今天凌晨，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其他相关研究团队，基于水熊虫生存机制的相关研究论文，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科学在线发表，为人类抵御超强辐射损害找到了理论依据。水熊虫是一种水生无脊椎动物，可以在超强辐射、高温、高压、低温、干燥等多种极端环境，甚至在外太空真空环境中生存，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生物医学应用价值。日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团队联合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等国内其他相关研究团队，经过6年多潜心研究，基于水熊虫的多组学和抗辐射机制研究取得突破，发现并成功建立河南高生熊虫的实验室培养体系，绘制其高质量基因组图谱，结合转录组、蛋白质组响应辐射的动态变化及关键分子功能和机制研究，揭示了耐受超强辐射的关键机制。我们发现，这些在水熊虫中起辐射保护作用的分子转入人员细胞以后，可以显著提升人员细胞的抗辐射能力，也提示它们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为研制人类抵御超强辐射损害的金钟罩找到了理论依据。据了解，多种涉核作业环境均受到超强辐射的严重威胁。针对水熊虫这种神奇的极端生命体抗逆机制的研究，将更新人类对生命系统基本构成原理和运行机制的认识，开启了全面认识超强辐射耐受机制的大门。